吃鱼，就得吃最大的那条。等会儿，您这个意思，您在生活中也捞到大鱼了呗？我在干嘛？他又不知道我手机密码。再说了，知道又怎么样？工作而已嘛。哪里？你不是要约我吃饭吗？人怎么没了呀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要走了。生日快乐！你真的吓到我了。这些是你过去27年每一年的生日礼物，虽然形式有点俗套了，但是每一个我都是用心挑选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27啊。可是我今年28。28。这桌菜可是我准备了2个小时，尝尝。可以呀，你啊，还有这手艺啊？你点的外卖吧？但是。今天的主角长寿面可是我亲手做的，尝尝。挺好的，我喜欢吃方便面。那也行。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？健身微博跟你学的。我微博上没写啊。你是没写，但是我通过你的微博找到了你的高中同学，你的高中同学刚好认识你的初中同学，你的初中同学又找到了你的小学校长，你小学说重点，你外婆告诉我的。你啊，要是放在以前，绝对是一个优秀的谍战人才。那是，我还知道，因为你外公外婆那边不兴这一套，所以你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好好过过生日。但是你不用担心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一切都由我来负责。救命！我希望跟蒙娜丽好好走下去，好帅的心愿都能实现。我就不信我交个女朋友还接不到客户了。我靠的可是真本事。郝医生，该接诊了。马上来。
来呀？仨月了，净谈恋爱，他连班都不上。还不是因为你给他找了个替身替他去上班，他现在这一身金缕缠娃的臭毛病都是你给惯的。你别玩你那个鸟了，赶紧把你那白毛修修吧。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在眼里了，但是现在跟我们接触的可不止您一家公司呢。哎，杨总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可不是跟您抬价啊，这再加个100万、200万我也拿不了这主意。什么？300万？哦，行行，那等一下我让助理马上把合同给您发过去啊。哎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好嘞，杨总。喂，投放和推广的事交给张毅团队去对接吧，以他们的实力上热搜都是保底，价格方面你放心，我跟他可是下午茶闺蜜关系。行，那之后有什么事再跟我说。这是天使干的事吗？比我这个恶魔都狠呐。10点半我有个会，这到时亲爱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一会儿我找你，先去忙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锅汤啊，我可是伺候了一个上午呢，必须趁热喝，一滴都不准剩。你不是不会做饭吗？我想，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哎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去上班啊？总监还用上班吗？副总监就不用上班啊？那你身为副总监，总要对手底下的人负责吧？你不在公司，工作谁去完成？不是有助理吗？他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。助理还有助理的助理。姐，喝点茶，休息休息啊。茶我就不喝了，我突然有点饿了，下楼给我买份包子去吧。嗯呢。哎，等等。要猪肉大葱馅的啊，我办事儿，放心。